对，这个是司机，对。然后副驾驶就帮忙拉着他，不然他就甩出去了。他刚在旁边讲的时候，听他讲，我好像听他气话出，我可能抓到。撞到小货车，然后我右边来撞到安全岛飞过来，啊，所以当时你是开在那边的内线吗？对，内线啊，所以砂石车先撞你后面，啊，你往前撞到小货车，啊，小货车翻掉，你飞来这边。大哥，你是开这台货车吓？啊，是那边车啊？哈，那边车啊？你在大卡，我开内线，伊去，我要左转，所以我打方向，你去就要挂线，结果伊弄到外口，但外口的人去弄到我。所以外口的人弄到你的尾溜，啊，你就变过啊。啊，迄台桥啊嘞，桥啊。桥啊，飞到对。飞到对面去啊？啊，对面迄台啊？哎。啊，是啊，啊，你有安那无？我无安那，啊，阮囝开车啦。你家去病，啊你无啥个？手这样不知道会不会怎样？